元唱吗？欢迎郑元畅。嗨，郑元畅现在变这样子啊？哎，郑元畅也有主演这部戏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我最近来演了这部戏。好像你那支 MV。因为视觉上很显眼，所以很多人都记得啊。后来最红的是那只兔子娃娃，各大夜市什么夹娃娃机全都是那个兔子。有，我当时看完 MV 有想要买那个兔子，真的，我没有注意到导演组的，就是那个汪东城的四分之一的那个人吗？对啊对啊。你现在很红的，你一哥哎，你怎么可以忍受自己被踩在脚底下？其实这戏份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会因为你而看这部戏，不见得是因为汪东城，而你的人。这么小一个，你觉得你的 fans 会看到吗？我都替你心痛。你不要因为没有演到这个节目，不要再这样下去。